温度是多少？啊？它的温度是多少？是130度吗？不是，200度。100度。200度。ये देखिए, इसको हम पाउडर कहते हैं ना? अच्छा। ये हम देख। तो थांग सुजैन多长时间？多长时间出一个？150秒哦 ，150 seconds。2 seconds。这个就光滑一点。还用铁板压不？不用，我那还用大橡筋板，拿起来容易削皮。下一路教咱们的。